它是国际平面设计界的中坚力量，在国际各大展示平台频频亮相，数度获奖。其设计风格极具视觉张力，手法多变，意涵丰富。其作品被多部世界设计经典收录。他说：“设计是有生命的创作过程，设计师要做的不是无休止的社会定建。” 而是在一次次遭遇、体验和实验中，建立起自我对世界的理解，持续地推进心灵的解放和视觉的治愈。作为一名教师，他有着跨界的视野、敏锐的直觉、批判的精神，他不断追问当代设计教育的本源问题，为设计教学的知识更新与系统迭代殚精竭虑。 从教15年，他发起了多维设计、社会之声、视觉治愈等一系列教育创新方案，不断以先锋的姿态为设计学科开辟出崭新的空间。哲匠是一种精神，更是一种倡议，以哲学的思维和科学的方法解锁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在真善美的关照下，催生一种有温度、有关怀、有情感的设计。